让我们欢迎百变女孩。连欢喜的家，真正无三世，为翁为囝恁拢细，俭到头咧咧，买做好现世，我人的心底，若无十八半句话，保证中间过，会晓落两半个，会晓甲阿落地，然后愈来生长，怕十八当人无问题。我心所爱的一个家，就甘愿付出无代价，是操到边边都浪费。你若平安心，就一生无怨气。让我们欢迎都会男女团。永远使人心酸，你需要梦醒醒小看的，为爱来受苦恨，感觉自己也可怜，真是心酸的人生。一棒主持曲，伊原是冷冷的暗暝，伊用的城市，一个人不知对倒去，徘徊街路边。一份环境过日子，除了想你，怎样来排解心内的疑迷？心爱你敢知？你的名，热恋的彼条歌，阮思思念念你温柔的形影，无现在的生活，烧酒配孤单。流浪他乡，忍受时间的折磨。月娘啊，请听惜阮心声，痴情男女永远也袂变卦。无缘分做人行，寂寞心惊惊，惊头望月想你。欢迎收看。综艺一集大秀赛，拜六的暗暝，是啊，上届快乐的，有影有影，就是看咱的综艺一集棒。哎呦，相信大家最近出去外口拢有一挂风声啦，风声哦，风声啥？就讲恁的节目足好看，有影有影，足好笑的，足好听的。今摆咱若去对吼，有当啊，人拢无要收钱。哎呀，讲你食物件，讲啊免，啊你坐客车嘛讲免啊咧，啊咱当然袂当啊咧，咱坐客车不但爱用钱，佮免走。哎呦，就讲咱若坐100，咱摕两包啦，免走。啊是讲先付500，100嘛是500，互伊免走。哇，是哦，你算真大方诶。后一摆坐差不多200，啊先付多少1000诶？哎呦，嘛免走。哎呦，真正真正假？论资，吃亏一摆就怎？以后坐客车拢换南山诶。哎，你最近袂歹哦，主持节目第一名，唱片第一名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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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好被介绍，我今天专辑进前，我首先要来感谢咱的主持群，我们兄弟姐妹们在第一时间都帮我分享支持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不会不会，谢谢谢谢。要的。今天呢，暌违十二年哦，为己的青春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对我来讲哈。所以我把这个第一首歌主打歌啊，我就把它定掉。我想让这张专辑呢，变成是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一张专辑。所以主打歌就是送给爸爸妈妈的歌。哦，够友好诶！不敢，这是应该爱扯诶哈。未记青春时的讲啥哦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听到一句话，真侪长辈时代常来讲，就会讲啊，我好恁家囡仔吼，丢家拢老去。哦，我想想拢未记得我该几岁啊？就看着恁大汉了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有点年纪了。哎，其实伊是未记得吗？其实没有，他的重心是在钱用伊家己出来对多多谢谢，所以他再也不是关心自己，他是关心他自己的孩子。所以这首歌，我希望送给爸爸妈妈以外，也送给全天下伟大的爸爸妈妈们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啊，唔过你这条歌吼，已经很长噶，咱请我玩听一下。拍婆子嘞，拍婆子嘞，来！啊，我唱主歌好不好？因为我爸爸妈妈有来，然后康哥的爸妈也来，我来唱主歌，好吗？哈，好，婆子出来了没？耶！阿母的心总是遐尼柔软，阿爸的手总是不知休困，为一个家。操烦拢无断，袂记你了家己的青春。袂记青春，好温暖，谢谢，好温暖。来啊！希望这个我们专辑大卖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的特别来宾马爱盖小姐，来，首先盖小兰，请客别送那红包诶，郭庭宇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庭宇。徛伫你边啊，就是爱我红包。我来看你红包，我来就欢喜啊。还有陈怡婷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怡婷。谢谢阿哥来，就是那对李哥来嘛哈，第二次来，第二次，几班来？可以可以通过，跳过跳。好，阿哥接阮中华，来阮中华小妹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妹妹。来这边，好，来。好，首先欢迎我们美魔女谭诗琳，诗琳姐。诗琳姐，大家好。好，继续是我们北泡泡玉咪咪的萧玉芬，玉芬姐。大家好。接下来是我们水蜜桃妹妹林良欢，梁欢姐。嗨。哎呦，在最后的是西瓜叔叔吴俊宏。我是俊宏，啊，被洗脑了，第二人，我俊宏，我的姐姐以后来得尽量跟人请红的。好啦好啦，我姐姐爱西瓜，你爱特爱叫我请多，我的是西瓜，刚刚好哎，穿得很鲜艳啊。好啦，介绍完两队的来宾呢，也要来介绍我们这样非常辛苦的直接老师所率领的 iPro Super Band。好，今天这个主题呢，是我。把这个制作单位讲的吼，应该来做一个经典偶像金曲大车拼哦。你这个偶像，这应该恁有诶拢较不熟，拢是我的偶像。譬如讲，譬如讲是什么林慧萍啊，哦，金瑞瑶啊，杨林啊。哦，康哥讲的还拢是玉女呢。玉女，玉女呢？伊在被用何罪玉女最低的门槛，就是一点上少你的相片，不爱用。可以叠奥特曼头，好不好？哦，挡泥板啊！哎，够昂，这样我都可以挡泥板。对啊！哎呦，那今天精彩喽！阿姆格兰第一回合，那么这台语经典男偶像金曲，台语经典的五足节，昂延宏嘛，对，沈文成嘛，王世贤嘛，这拢会挡。哦，很多很多。OK， 那第一回合就是男生喽。好不好？男生好，男生先来。来孟显，我们唱这是男生的歌，但是我被排是女生，男歌女唱。哎呦，这个很困难喽，困难。没啦，对咱家的唱将来讲都还好。所以我派实力派，哦，第一位被派郭庭筠，还有萧玉芬。哦，来一条欢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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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小姐，请你我爱。好，小姐，一件我爱，一件我爱，好。我这两条歌都我得病呢，一个是要我爱，啊，一个是喜欢陪我。嗯，哦，是啊。你这边听讲嘛有？哦，我们也是要派谁？
对，我们派新田以及诗琳姐。那诗琳姐要唱，我要唱《红红红》大哥很经典的一首代表作《春天那也叫你光》。好，那我要带来李茂山大哥的《我的眼睛在下雨》。欸、在下雨哦，我看对我的李茂山虽然伊是唱在国语，但是伊嘛唱足侪台语，所以他算是双声带的歌手。对对对对对，一起来欣赏这一首《欢杯》，来来。到门口，彼双的，想要问你什人的？你讲无啥好解释，因为咱的感情出问题。为你付出着一切，如今换来你的反背，从今以后莫相找，是你害我。这呢狼狈，一句话一滴花，我的春天在落雪，我把的缘分拢袂提，原来你的真心全是假，你的情要倒找，望我自己在怨嗟。到底我是算什货？讲不清楚，我会放你自由飞。一句话，一滴花，我的春天在落雪，我把的缘分拢袂提。原来你的真心全是假，你的情要倒找，望我自己在怨嗟。到底我是算啥货？讲不清楚，我会放你自由飞。
个夜晚，是你让我浪漫的生活变得如此平平淡淡。你用醉人的拯救撒下无数温柔的陷阱，用美丽的谎言穿成虚伪的爱情，不愿一个人躲在阴暗的角落，不再一个人盲目地摸索，喝一口浓浓的咖啡，最高能忘记你是谁。小姐，请你我爱插一段足长的时间，因为小姐，请你我爱是男女对唱的，对，你是迄个分送寂寞和爱，诶，台语的，阿姨这段段迄是足新的呢，内底个有赖哦，内底个有赖呢，表示讲这是吼近期的版本啊，对，很可爱哦，尤其个段段段啊，第一首歌到第三首拢是悲伤的呢，对啊，你看伊翻背嘛，啊过来春天来这么寒，还嘛是悲伤的，啊个我的眼睛在。下雨嘛，悲伤诶，搞后边是一个喜剧收场。哦，好大仔，好大仔，真的，一根我爱。啊，无伊，刚刚郭庭筠一条歌唱了尔，许志豪讲，伊啊摇头啊讲，啊那伊是唱无好，伊讲唱了太好。丢啦，赞叹不已啦。尤其吼，诶歌词伊也嘛写了真好。伊就是讲，伊倒去啊，看到门口有一双鞋啊，较早我就有这个经验。一般哦，我去找女朋友，伊个。伊住的所在呀，有一双鞋啊，我入去就把迄个查甫甲整落去啊。结果讲因爸爸为装卡啦，所以这个婚书搞尾啊嘛无成功啦。所以咱少年人唔通冲动。所以这个就是，这是你对岳父的态度。这个故事由来哦，大家人拢咪少年滚，你倒，不过在因爸爸。
无介大汉，像李子深这，我拢忘惊喜。你都唔敢哈？哦啦，不过这个女第一次听到女歌手唱《欢博》哈，哇，这个有难度呢，对啊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阿廷伟哈，难得王世贤哦，小王哥哈，拢唱袂落来，只会唱野歌甲歌颂。哎，好好，啊，今仔日哦，有一个重点。嗯，就是讲咱今仔拢没有颁奖，嗯，咱嘛无啥物送爱心，嘛无啥物献，对，啊嘛无摕啥物奖杯，所以今仔日就是大家来开讲哦，轻松一点，回味经典，喝咖仔，来，免评分，啊你嘛要奖品一个，因为我第一回合我拢无多专心听歌，发生啥物代，拢我沉水以嗨啦，啊，迄人团啊，迄个诗玲姐出来唱歌，伊讲。同那吴俊宏哦，西龟哦，啊那纯这个吼，就穿甲袂输那骨壳灰的。哎呦，你安尼个字啊，多一个啦。哦，多礼貌，骨壳灰是啥物是爪啦？爪，对。啊，本期穿嘛是眼镜眼镜是。哦。啊，个最后迄个玉芬姐出来唱啊，伊讲，这吼以前南台湾小姑娘，今嘛南台湾老姑娘。你哪哪第一回合？哎，你第一回合？哎，你看看，我去上海人，你讲老姑娘，老姑娘，你的玉芬哦，算我那歌坛算我前辈，以前我前辈啊。如果阿哥在读书，阿妹这边伊就出道嘛，来台上足早，足早的出道，足早。你该讲啊，你嘛是我的前辈啊。对对，你小学伊的时候出道啊呢。对对，阿我是哎，阿我是讲曾经何时伊是我的前辈啊？怎么哎？以前我是我的师妹，哦，就你变师兄啊，这么变你师妹啊，轮回不轮回啦，对啦对啦对啦，啊，这边咱的阿伯讲安尼，咱的前辈就是谭诗琳，但是变无嘛，听讲毛出秋皮啊，来，这是来来中啦，来中啦，中间谢谢，来，我帮你退好不好？记啊，我帮你听。啊，拿黑色麦克风。专辑叫做什么会？哎，追梦的人。没有。这就是我人生的最佳写照。为什么？因为因为我四十八岁哈，叫打礼拜这些瓜董。哎呦。我是最老的新人。哦。资历年纪最大。我刚刚安尼祝贺呀，等于讲人生哦，伊个咱咧圆梦啊，咱咧追梦哦，拢唔免惊。想过慢呐，啊，努力去，啊，你有梦，有梦最美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在梦里面什么都可以。你知道，其实你给很多人带来很大的励志的一个力量。你听你的声吼，一唱当个杂工，哎，谭诗琳个出新歌，你声辨识度，辨识度，谢谢大家的喜欢。是啊，这得归得啊，这得归得。这是我出道八年半，然后个人的第十张专辑。哇哟呀！但是诗琳姐呢，这近几年真的是大放异彩，没错，很多节目都可以看到她的表现。谢谢。新专辑一定要给她听起来，叫做《对帮的人》，追梦的人。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有梦追。一般想讲，咱哪节目啊，咱有表演，咱 FB 拢是讲。礼拜六记得要看我们的综艺几帮，让一直丢相片。礼拜六记得两个节目都要看，标喜功。你个敢铁炙手可热，我紧，你一宣传期，大家节目拢爱上嘛。各大节目都看到。你个吉他手是无讲的。你把一直讲讲出来啦。人咩啊？怎啊？吉他手是叫做张启明，人咩啊？在。好了，完蛋了！你敢讲出来？其实咱拢哦，那你台面上是竞争的对手，啊，台面下大家拢是好朋友，哎，良性竞争。是的，特别是因为现在发片哦，歌手真的不容易啊，对啊，平台也不多，所以大家呢，不管你在哪里啦，一定都会感受到我们观众朋友对你满满的支持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追梦的人，谢谢，谢谢。安尼好啦，丢。玩这边，跟我来讲一下。哦，刚刚，对啊，我还在吉他老师。如果你们不讲的话，哎，节目没教堂，什么意思？节目不告等。哦，告等。嘛是爱讲一寡话，要够长度才能播啊。刚这一趴，我们这边呢，我觉得新田他很有勇气的是，他把那个 key 定到。应该是紧绷了吧？紧绷啊！对，刚刚那个彩排的时候，老师还说：“你确定吗？这个 key 很高哦。”我说：“哇哦，他很有那个挑战冒险的精神。”紧绷就算了，他后面还有 Adolibo， 他有一句是随性的，跟那个唱片不一样的，他自己的风格厉害。我觉得是刚刚突然很好，灵机一动。对，而且这个是我没有听过
女生唱这首歌，没错，哎，然后接下来诗琳姐，我觉得她这首歌发挥的很好，哎，就是她除了有一个稳定之外，她还有说故事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是可能我认识诗琳姐以来，我觉得她的表现最好的一首歌，我听了最有感觉的，真的，谢谢。你改春天那叫你歌唱个足赞嘞，真的，唱啊愈来愈寒嘞，嗯，追梦的人，啊，哦，足赞。两个节目拢爱看，好了好了，一点鬼啊！